醋甲辣椒，家己舌头刚咸了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头刚点了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大家拢同款，有钱无稀罕，粪扫甜弯弯，无人去管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这个 part 我们邀请到百花的艺硕还有董事长的阿吉，这个部分要来聊母语创作跟传统乐器的融合。现在母语创作其实算多了，开始越来越多。阿吉开始在的时候比较少，开始玩团的时候对比较少，那时候会被唱片公司觉得没有市场。哦，朋友，你们一张专辑哦写台语 OK， 可能至少放两首华语歌，顾及到市场的因素。那当然你在主流唱片公司要做适度的妥协了。嗯，那一说现在玩团有这样写歌的时候有这种心情吗？因为你一直都是做母语嘛，做台语。对，但是可能没有公司吧，比较没有包袱了哈。嗯，我觉得比较是可能写华语歌，大家还是比较有共鸣，因为有一些场合是，比如说你可以感觉到下面人完全听不懂在唱什么，然后有一些歌是有用台语在开一些玩笑的，然后你会感觉会有歌开玩笑没有进去的。对对对对。可你其实没有在管观众。我认真想之后，我觉得我不用管，因为如果管就是要写华语歌。我跟你多相反的，我是就台语的比较有共鸣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因为我的台语比较浅显易懂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我们都会用。我这对也会有差别。对，因为可能我有学传统的，有时候会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反正我们是学摇滚乐，对啊，我们是玩摇滚乐，然后再去接触传统，把传统东西拉到摇滚乐里面。我们其实虽然都有加入一些台湾的一些民间乐器，可是加的方法不太一样。我们是以摇滚为基底，啊，加那些民间乐器。那一说写歌的时候是先写传统乐器，先想传统乐器的部分吗？我应该是因为我花了大概四年之间学北管学南管，然后是跟老师学，学了很久之后写歌自然的时候会冒出。传统会啊，对，会这样。对，跟他你听应该，像我们像听西洋音乐长大，然后听一听，跟你东西会比较西洋，因为你就是把它加上台语的词，就变成哦是你台湾的东西，新的东西。对对，因为很多人问我说，阿翔怎么不用台语写歌？我可以讲一点台语，然后我听得懂台语，可我完全无法用台语写。因为这跟他生长环境有关系啊，因为我祖先就是黑人环境里讲台语，所以主人要写台语较简单。现在华语等等对我来讲，一首要写好几天，台语一个晚上就写出来。我的比较奇怪，就是其实我的第一语言应该是华语。可是一说是从小就讲台语的人吗？我家里的人都讲台语，但是很小小的时候是我妈怕我的国语没练得不好，所以就要叫我讲国语。但是我的阿公阿嬷我们都一起住，但是他们是
我阿公阿妈是不会讲国语的。到了高中之后有意识，就觉得我要把它学好，因为唱歌要用力嘛，我抓不到，要卷舌不卷舌那个感觉。然后后来开始学传统之后，然后写台语歌，发现很好像比较抓得到东西。董事长一开始其实是很纯的摇滚乐团，对，到众神舞台完之后才变成第7章，第七章，对，第七章。可是那时候开始想要加传统乐器的原因是，一开始就出国唱完那一场以后，觉得好像老外比较喜欢那种东西，我们团就自己也喜欢玩。然后后来回国跟军统研究，其实规定那个周期款的，真的风格，那一做就觉得蛮特别的，我们就开始完成我们的很多梦想，戏给是世界各国去演出，因为总是这种东西老外平时听的比较少，他们才会更想去邀请去，对，邀请你们过去演出。董事长后来也跟那个九天合作，第十二章的时候跟九天合作，就是更大的传统乐器，对，是更难编曲，是变成用，可那时候的写歌模式有不一样，我是用鼓下去写歌，就变得更难写，锣鼓，对他们本来的鼓阵下去把它弄成一首歌，好几十人你要配的话很难，你干脆用他现成的东西下去改编。那时候有考虑有要编制变大吗？其实我固定合作的乐手，传统乐手可能两三个，然后都是用叠的。你那时候加入的北管是大编制的？也是大，可是应该没有九天那么大。九天那个也有一点国乐的东西吧。然后如果是传统北管的话，五六种乐器。认识北管之前写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吗？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有点没什么头绪，就是也是有做歌，可是我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觉得很爽这样，然后才开始学那些东西之后，再想办法把它消化放进去之后，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母语的东西在台湾这几年突然变显学嘛，大家都开始台语歌、客语歌，对，好像很多现在很红的乐团都是。对对，唱母语起家。对对对，因为在这四年前是完全另外一个状况。四年前是河北曲风嘛，河北风。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团是做河北的，河北腔跟河北曲风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喜欢的音乐就可能比较不是那样子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，然后我觉得没有，这不是我的说，这是中国的说法。哦，因为他们都说那个我们是那个腔调是河北，他们都说他们是台湾河北团。我较袂介意讲为了台语去写台语，可能是哦为了台语较紧张，啊这个团队去写台语。对啊，我觉得激动讲这个好像蛮重要，就是好像比较多人写台语，可是好像没有感觉到台语有更被重视，它好像只是一个途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或是说现在大家流行做这件事情，流行做大家就去做。我觉得别人听我的歌的感受还是停留在一个很浅浅的感觉，就是他可能听不懂就算了，然后可能还会把你分类。啊，那你应该就是很爱乡土的、啊，你应该就是怎么样。那你们会觉得台语有正确这件事吗？因为台北人讲台语跟我基隆人、基本人，我基本上我们那种算北部的台语嘛。本来我们的台语是台南马龙田啊，南部马龙田，过真侪南部的朋友，其实我是南部人。那台语那是较正统的话，其实是。差别差个侪。对你有想过去年为什么会入围百花入围金曲奖？那你较早在阮迄个时代，这款的物件无可能入围。你较早就是可能爱曲风跟那个二主流上面那些操作才有法度入围。因为今麦无啥讲，一时代无讲，都爱补出来，都啊时机都啊好。我觉得运气吧，可是可能刚好没有很主流的台语团。在我那一届跟我竞争嘛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切着单没参加，对我真的有觉得是有点运气好，因为我也是觉得我的东西应该蛮难的。没有，其实我当过评审的，不可能只有运气好，平均一年都150个团，能入围到那个6个7个都是很难的事情，应该东西也有它的独特性。那后台好玩吗？哇，应该是第一次参加，格格不入。我就是只有遇到吉董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我跟大军老师喝酒的。后台有酒是大军带的吗？但是不能带酒吗？就是我在看他在后台很茫然，不知道，我就拿酒给他，他还很感谢我。因为我就比较轻松。其实我当年去哦，都无感觉大家得奖，所以大家去拢去要，拢去要 party。曾经十年无得奖，我当年拢去啊，我嘛未感觉安怎。突然有一年，寄那张跟酒店那张得奖，大家吓一跳，上去都哦，唔知要讲啥。就啥也没讲完 ，Rock and Roll 那么大。百花去年的专辑入围金曲奖，然后董事长也很常入围金曲奖。男歌手很常入围，最佳男歌手。最佳男歌手。我已经以为专辑应该上不了。
所以我们那张《金兵雄起》戏和戏剧，嗯，所以我们大概讨论讲，我读过男歌手，阿爸一定要赶快大概学，赶快教我。艺术，我想我写华语歌吗？我写华语歌蛮难听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有写过吗？有，就是，可是你像你的，你像你讲华语就不会那个腔啊。像我们这个年代，我们用500讲华语还是像台语啊？其实我对这也蛮好奇的，你们会因为写台语歌跟写华语歌会有腔跟旋律上的差别吗？如果是国语的影响的话还好，因为就是要努力的学的好一点。可能我就没办法像吉董这样，是好像唱两个语言是很一致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。董事长的歌蛮一致的，对，就是可能港籍的 key 名是啊，因为可能都同一个乐团编的、啊，可能嘛是这里。我觉得旋律上跟你唱的感觉，像有的人唱台语跟唱是好像两回事，会像两个人，我就有点两个人，对，比如像哦500就有点这种感觉哦，对，500老师的台语歌跟华语歌单就是两个人写的感觉。乐团我在那边那个很感谢那个董事长阿吉跟百花艺硕来你们分享。很传统乐器，还有那个母语的创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百合花的表演 ，Check it out。人情世事拢看破，委屈冲突就来上，好气好将顾不将，将所有剩的力量用来阻挡对头风。目一年变发青，一个又一个离我离去。三界我准如刷，人情世事拢看破。三界外，船如沙，人情世事拢看破。下一首歌是我们Show Kim Joe 的专辑里面蛮多人喜欢的一首歌，
剃头。三口情歪歪。面手结拍拍，苦底唱一句，啊，思情啊，讲这讲。说说话，这个录影的表演跟真的表演，威佐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？就是没有观众。我刚刚是有想到一个，你说，有点不知道在对谁表演的感觉，好像要想象一下，他们在我们中间。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好棒哦，我好像没有在这么棒的地方。表演过，声音非常好，感谢乐团火的大家，太厉害了。好，下一首歌。人生的起，等你几半暝。你甲咱约束放袂记，行来行去，孤单的滋味，归去来去美术馆坐碰椅，全写一堆字，讲一堆道理，讲甲会得志。为什么叫乐团火呢？因为乐团就像一团火，慢慢的烧到别的乐团，然后大家就烧起来。但是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像疫情一样。人生的起起伏伏，亲像一出戏。敢讲是命运来创治，繁华的都市，身躯无杂钱，规
去来去美术馆坐冷气，乱写一堆字，讲一堆道理，讲甲会得志，愈看愈生气。艺术家，艺术家，你敢袂嘴干？艺术家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也是大家喜欢的。